报消失证，捕获关羽一枚。袁强，你等我爷。哎呦！请问关羽是否准备好刮骨疗伤？云长已化年过男朋友吕布，我男朋友吕布以为我们还在 party 现场。哦，吕布啊！拜拜啦，吕布！拜拜。哎，小雨，哎，小雨，开门一下。是吕布吗？不在加班吗？不是，你两分钟才破过限动，他怎么知道？我也加班。嘘。像关羽啦，老板都叫他小雨。宝贝，你先去 Seven 等我啦，我带过去。把我们诊所的都留下来，打不是啦。哎，你就等我一下，我快好了啦。上厕所了，厕所，你到底在哪？没有，我厕所刚刚坏掉了。厕所坏了我会修吗？不是，你现在到底在哪？现在开视讯。你在开会，我开视讯，很奇怪啊。你要给我开视讯，不然我要找哥来。不要叫你，这件事讲出来是不对的。不然你看我现在的样子，其实啊，我是来自阿法616宇宙，我不是来自你们这个宇宙的。真正跟你约会的那个人，你们宇宙的那个我，他现在还在加班，很辛苦。小雨，怎么有男生的声音？你听错了啦！你在讲什么？你可以这样理解，这个东西叫做平行宇宙的概念。在我们这个宇宙，就是因为你把我误认成为渣男，然后最后。我真的不想讲，你最后因为这样子过世了。小雨，嗨，你还在乖啊？我是跨越了1000多个平行宇宙啊，穿越了各种战场，好不容易才见到你。因为我对你的爱突破了多少宇宙的限制，你都不知道。我从无限的转职，在无界交错时刻的时候，让你们人类没有见到的事情，你一定要好好珍惜。那个现在在加班的我，他是最爱你的那个。我真的非常羡慕你们，你们一定要幸福。你要相信我，我看到太多平行宇宙，还有我刚刚为了见你，我被宇宙老虎人袭击啊！我现在我要挂这个电话。宇宙老虎人，对，宇宙老虎人。宇宙老虎人，全球首款多重宇宙手游。超然首创无限转职，10月25号抢先全球上线，抓紧预约，无界交错时刻。